三十杂志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代理人。那因为电影《寒蝉效应》的关系，有机会接受杂志的访问。那么，三十而立，就代表着一个人到了三十岁了，他不应该再依赖其他的人或资源，必须要自给自足。然后，同时三十岁以后也该开始负起一些责任，不管是对朋友，对社会。或是对家庭的责任。那么其实为别人想，为别人负责，这对自己来讲并不是一种消耗，反而它能够让你获得更多再往前进的动力。那三十岁一个很棒的年纪，大家加油。